看准空地有商机，旺夫赚到第一桶金。突然看到有一块地，它刚好是面公园。我说如果这一块地真的不错，价钱又便宜，可以找一些朋友大家合资。后来卖掉之后，每一个股东都赚了钱。我们的第一间房子的头期款就是用那一块地卖掉赚到的钱来买。所以再次证明听不吹大富贵们。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